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雨伞的伞，就是 Umbrel，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够啊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够找到有人帮你撑伞，好，然后等一下不用注意我的歌声，要注意整个现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发生。好，Hey, under my umbrella, Ella, Ella, hey,
这点太经典了吧？太经典，太经典，太北安了，太经典。超假，超假，超假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再一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然后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就可以找到 beautiful love， 找到你闪闪的人。OK， 哇，2012年1月21号，接下来就是今晚，然后今天中午的最高潮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抽出我们的第三奖。那我们先描述一下第三奖。第三奖可以说是送礼自用两相宜的一个好商品。那我们就是再过三个礼拜以后就是我们的情人节。那我相信只要有了这个礼物，好，那先这样子，拜拜。